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双蛇结的编法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看，这个结可以用来绑钥匙或者是绑平安扣，都非常的好看啊。首先，我们将绳子穿过这个钥匙，然后将上方绳子这样绕过下方绳子，这样绕两下，然后。再将前方绳子啊绕过食指，穿回上方两个绳圈，这样，咱们再绕一圈，然后拽住两边的绳子，这样逐渐收紧即可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我前面还做有很多种绳结视频教程。